打车不要了，就是你。今天杀手印真的很好哎、欸，对啊。真的是一直当我当哎、欸，这气死我了！我也是开了几场啊，坏人有三人吧？你就是坏人，就是坏人呐、啊，坏掉的西瓜，一定是因为都红红的关系啦。哦哟，哎、欸，小勇去买那个，对我要去买那个，原来八包，他先拿两块钱，拿两块钱，团团团还没有解过，平民才对啊！哦，你不要吓到我。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跑去厕所那边吗？我房间大喊的白痴！我没想到，直接开门吓人。哎呦，我要两块钱！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！那你知道炸什么吗？哎，侦探攻掉了！杰克，你干嘛挡箭啊？啊！你挡在我面前啊！我没有炸过，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所以你帮他杀，我要杀肥嘛？我在生他 NPC， 你刚往前走，大屁屁，要炸哪？要炸哪？哎呀，炸仙长，炸仙长，掉钱了，掉钱，掉钱，掉钱，我是先玩啊。对，是吗？然后我们那天就是要这样玩。你在干嘛？你不要再跟着我，你先走。我以为你是那个炸那个金库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掉钱在我掉钱。那天杰克就不给人家玩啊。那天杰克就在那炸，不给人家玩啊。仙人掌可以炸哦，对啊，你要花两块钱去买，啊可以炸几块钱，两块钱在哪里？我又赚两块钱，这一这一，好好好，给你走，我也有两块，来这一，哈哈哈，快十块钱啊，小心各种炸，哦哟，我要找仙人掌，快跑快跑快跑，仙人掌都快被炸完了，厉害，哎那怎么？因为为什么你那边买马的地方啊有尸体？我入侵过去的时候就有尸体了。我啦，我杀了杰克啦。因为那两个人都是侦探。仙人掌，仙人掌是不是被炸光了？你们都不留给我玩。然后团团要杀人了，没有都不留给我玩。火车这里还有啊，还有这里还有，我可以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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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啦。仙人掌呢？火车头这里，火车头这里，怪怪的啊！我要，是直接放出去就好吗？超级怪哦，团团声音就很，哇，团团一个在炸仙人掌，没掉钱，对，有啦，还是掉两块，那是掉两块，那是会掉的啦，那不是。哎呦，巧克力，你干什么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六六六。哎呀，我看到巧克力，你不要看到杀手啊！可怕、欸！不要看到，你看团团就好了。不能骑马，不能骑别人马，不能骑别人的啊！小心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这里我来，这里我来，上面有一个侦探哦，团团，小心哦。啊！他直接走过来，啊，明显了。你好轻易的就走过去了，哇哇哇哇哇，恭喜了啊，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啊，哎呀，各种被打，哎阿纪你在哪里啊？我早就死了，原来啊，哎呀原来，哎呀就剩一个人啦，哎我看到了，我团队在外面，好好好，我来了。刚刚那公那里，他现在很慌张，他很慌张。哎，我高夹他，他很慌张。哇！我以为他没有，可恶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地板上有三把弓？对啊，弓会浮哎、欸。等一下，团团，你等一下，有三把弓会浮哎、欸，是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？三个人家有优惠吧？买二送一的，有白狼送一，我来洗了你哦。三把有白狼，哎呀，杀呀，杀八个，嘿嘿，有啊，你们也炸仙人掌很开心啊。嗯，哎，有炸到，有炸到了，不错不错，两个杀手都炸到，在那边可以。看清楚了，被炸。路过那个大吉直接砍他，超好可怜。我想说，骑马逛街怎么会有人拿胡萝卜在干什么？摔死吗？摔死摔死摔死哦，阿公会掉在哪？
地上有捡，哎、欸，被捡走了，被捡走了吗？不是你，没有没有，为什么你捡不到？不不不不，不要啦，蓝色衣服，蓝色衣服的，哦，哎、欸，白鞋衣黄金剑。哇、哎！我怎么按到后退了？你的剑也太金闪闪了吧！我是拿金锭啊！闪闪是闪，我是拿金锭啊！你金锭有握把、啊？金锭是特制的、啊，改装的，改装的，是我掉下去了、啊。嗯，好吧，我快死了，蓝蓝的都看不到，蓝蓝的，蓝蓝的，还剩谁活着？我干的。他那个药水都是随机给的，哎呦，对，是吧？可是你可以都先喝过，同样效果的，它就会之后会显示。哇，喂你吃饼！哎呀，真的是喂你吃饼啊！我要买饼干，饼干好强哦，很饱是不是？饱了，饱了，很鸡靠你了。哇！他在你面前喝水、欸，哇！吃速度哎！哇！六六六六六六！我又是他哎、欸！这个获胜的特效也太嘲讽了，超帅！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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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你屁！哦，哎，终于可以开赌啦！这张好久没起来。记得把刀子堵掉哦。好，那你就是捡钱，然后还有神明的地方可以去献祭。对，哪里有神明？你走一走就会发现。你看你在哪里吧，你去啊。哦，走到了。有两个祭台。这边这边这边。到了。有两三，有两个吧，三。两个两个两个。上面跟下面。那集那集，这里。这里。那你直接按那个拉杆就可以。我在这，我在这。我在上面祈祷被杀了，不要听谁。对对对，我都掉了，好凶哦！怎么那么凶啊？杰克啦，笑成这样子，又是杰克，我已经是死掉了。我已经死掉了。杰克，那是谁啊？不晓得。要多少钱才可以祈祷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就是你献祭越多，他给你的东西可能会越好。是，可能而已。可能有 CD 吗？你就对他拉拉杆了，他就会。你拉拉杆就知道，你直接拉。我刚刚对他拉拉杆，他只给我欢呼声而已。哦，哎，白痴哦！我给他三块金锭还诅咒，哦，气死我了！我每次给他都诅咒。哦哦，我死了，被祈祷的时候被打死了。他都专杀在祈祷的人呢。哇哇，他是一个越虔诚的人越容易死哦。他叫你，他是一个无神论呢。他无所谓了，你的脚是不是没有力了？小心哦！双腿我都还没有发挥出效果，就我双腿也无力了，双腿无力了，膝盖无力了，不行，我要再一次。完了，他自己感觉也要双腿无力了。我挖眼睛了，不要挖眼睛！来来来来，隐约感觉好运哦！哦，哈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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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运好运！死了！他把我的舌头拔掉了。我的七个金锭，我看不到路。哎，团团，你后面吗？那个人吗？我有看到那个。我双脚无力，没有用啊！团团，你后面那个人吗？嘛？我也不能讲话。每个人都死人，闭嘴！对，就是他。哇！拜拜。哇，太夸张了啦！小卡啊，穿沙祈祷的他就是何老师，太夸张了！老师，好精彩呢！哇哇哇！蜘蛛来啦！帝都，蜘蛛跑出来是这个人啊！你可以试试啊！他啦，就是他啦！下去去啊！小雪喜欢白色头发的。我已经被吸走能量，又膝盖中间。你再去看会不会舌头被拔掉嘛？下一次一定是好的。对啊，你看你舌头是红的。你要虔诚一点。哎呀，我的双腿自己跳舞，如果我停下来会受到伤害。原来你是红鞋小雨啊！你无力，然后又要走路，好累。停下来啊，小雨。可恶啊！
耶、yeah! ！你停下来了，有你撑过了，你撑过了，撑过了。这是考验，这是对，这是考验。真的真的好想你，考验。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现在才出来的分享 ，L U M。嗯，哎、欸，我都还没有祈祷效果出来就死。感谢节操。你要玩快一点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人进来？就四个人。对啊，没有要不到重拉吗？没拉到、欸，哎，没拉到，再来一次。哦。My muscle， 他不上次也来过吗？有了，嗯，有了有了，嗯，那自己想要赌要赌快一点啊，不然被杀掉。我才刚要去拉而已，就被卡了。不是，不是按右键就好了吗？右键右键，右键点旁边的拉杆啊，拉杆，对对对。哦，难怪我一直都是很烂的东西。啊！你没有做，我从、啊、来都没给过他钱哎、欸。你要给啦，都没自己扣钱没、欸。虽然我给了很多，一样也是没用啊，都不现金。我想说，现在神明不是应该比较……哎，并没有。想要神明好，你要多给一点啊。我也要钱，钱去。你要钱哪去？我直接给了，你知道吗？神明夺走了你的声音。哇、哦！我有功，我有功，我有功。啊，你没声音，那你哇，你现在不然讲话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蓝蓝的人？蓝蓝的人。蓝蓝猫星的人，那边好可怕哦！还是不要去祭坛旁边好了。小英只能蓝色帽 T 哦，那个要注意一下哦。哦，好的。蓝色帽 T， 对，太影月，就那个，嗨，肚子有一条白色线的那个台湾北极熊，不是台湾北极熊，台湾南熊，台湾北极熊，台湾北极熊是什么？台湾台湾，原来台湾有北极熊、啊，还真的没见过。那有没有台湾猫熊啊？有、哦，我很讨厌它，很调皮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他拿弓哎、欸，拿弓有可能是坏人啊？不一定啊。哦，每拿一块钱等于三块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好不好？这也太好了吧，那个。对，远古的姿势。啊！我这里好多毒、啊。被杀手打，我就要被打死啦！等下哈记。神明啊，干嘛、啊？看到我就跑。哈记，你为什么旁边会有尸体啊？哦，他是我弓跟箭呢、欸啊。我在群人中间，我怎么旁边有个尸体？附魔弓，附魔弓，神明之弓。哦。附魔弓是可以连射，完全没有 CD。啊、哇哇哇！靠你了，靠你了。真的靠你了，可是也不能杀错人，要杀了你，要杀了你。什么东西？阿基阿基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直接射了。我想看你的，我想看你的弓嘛。你走开，弓走开。有人说你杀手了。真的是你、啊哎、呀？让我看一下嘛。真的是你耶！哎、你以为我游戏吗？生命吃了我八块钱呢、啊，然后没有等我六块钱呢、啊，没有东西了，完全没有效果、啊，一直给他钱，一直不给我效果啊，不能讲话、啊，还不能抱怨，气死我了！每当你刚拉那个效果都在我身上，真的是滚、啊！生命吃我钱就拿去给别人用了、啊，休息吧。啊啊！我要换武器的。嗯，你要换什么？桌子。你武器。我的特效。武器没换。后面可以换，后面可以换。这边这边。嗯嗯。好的。我的特效。MVP 加。我要武器。我要换羽毛。你要换胡萝卜啊？嗯。太贵了啦，还是不可购买、欸。你说金胡萝卜？一般的胡萝卜啊。它一般胡萝卜不行。哦、用什么抽的？他是用圣诞箱抽的。游戏币，游戏币在哪里啊？你右边有个硬币，有没有？啊，要存，要存十万块才可以买鱼。嗯、我才636块而已。常来玩，多来玩，多来玩，是就揪你玩，再揪你玩。休息，好，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感谢今天收看啦。感谢大家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风之谷要改版咯，如果有想跟我一起玩的可以到刘德。拜拜。